Joyc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Darling Home 的一个现代风的户型，这是个四房四点五卫，3744平方英尺，在多个区域可见。当然，每个区域价格相差很大的。目前这个拍摄的视频的样板房呢，是在苏格兰的，这个起价呢在70多万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，就是在 Cyprus 刚刚开始预售的，同样的户型在那边只要50多万。如果对这样的户型感兴趣的话，先给我来看一下这个户型，如果喜欢的话跟我索取更多的详情哦。今天看的这个户型是 Darling Home 的5803的户型，是个现代风的。这个户型呢，它有不同的外观，面积是3224平方英尺，在苏格兰是72万多，预售57万。这是现代风的，很受客户的欢迎。木门口在中间处，是双开门的。一开门进来就是高挑的玄关，直通客厅和厨房，非常宽敞明面。这边是个书房，右手边拐进来是个次卧的套间，这卧室，这边是个小的居住空间，这是个升级。这个套间如果是跟父母同住和来客人的话，这边是非常方便的。两面墙的窗户让整个房间光线非常明亮。这边书房也可以当做正餐厅。开放式的厨房，这边推拉门是个升级。这个户型呢，在多个区域可见。每个区域的价格不同，现在 Cyprus 的新开的一个社区价格比较低，同样的户型如果在苏格兰的六月四栋的话是70多万，如果是在 Cyprus 的话是50多万，价格相差还是挺大的。这主卧是淋浴和浴缸放在一起的，这边衣帽间，衣帽间这边有个通道前往洗衣房，让整个房间的动线呢非常灵动。这边过来，这边是车库，现在是改的办公室，这是一个楼下的一个半个卫生间。
这客厅呢配备了两面墙的窗户。你看这边空间几乎是全部都是高挑的，那我们上楼上看看吧。这楼梯是个升级，燕巴房呢有很多升级。如果选这个户型的话，一般客户升级费用大概要在10%左右。这上来是个游戏房，游戏房呢这边两面墙大开窗，这边过来是个影音房，影音房是个升级的。这边半个这个户型比较 open， 很受客户的欢迎。苏格兰这边也有在建的，但是这边的地块呢需要竞价，而且地块费用比 Cyprus 的要贵很多，有的甚至以两倍的价格才能拿到这块地块。小区有其他的户型可供选择。 Cyprus 预售的社区呢最低的起建价是37万，而且所有的户型都是非常美观大气，很现代风的。学区是非常不错，是非常适合居住的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的话请添加我的微信索取更多详情哦。谢谢大家。